一小下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稍微等一等。掌上有人给你送电音小的了，就是加呢呀，就加呢送的呀。你是我老粉了，从你的话语我可以透露出你在骗人。伤难为恩，打把铁男。就你叫铁男呢？就你叫铁男呢？你给我回家！别推线啊，慢慢补。点 Q， 呀，点，在圣灵中，他们将被净化。哎呀，这属于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你知道吗？点 Q 点。点黑夜也会怕我，点点吃个药，点哭点点点E开盾，点 Q 点回血，传送还没了，游戏结束。我听见了，回家了。我都不知道这有多少兵了，我的瞅着都心疼。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塔皮不 A 不下来，前5分钟塔皮很难吃的。那防御塔有那个什么玩意儿了？看看啊，叫。钢铁防线吃不到，补刀稀碎，行。你别老看补刀，我杀没杀他？点 Q 点点点点点 Q 点点。点 Q 点 E 点闪现点再点 Q， 这个兵线不错啊。一会儿我线全吃着，他又吃不着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哎，给我往这一卡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还敢出来，兄弟！
点点点出点点点一点出点可以。趁黑出动。没事，我马上溜，不用着急杀的，我先控一手气儿。爬过来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。折磨他，这铁男老难受了。现在我差他两级，你知道吗？就塔下那一波兵，加上我们推线那一波兵，两波兵，一共差两级。点点出点点点，我还有个盾呢，没关系，马上升啊，升一级，滚过来点。哎，我们整整压了他一倍刀，他十六，我三十多。小心点儿。点。点出想拉我，那不可能，兄弟，我要能让你掏着，那我这为人就是白玩了。让他吃波兵吧，我们回家。这把我决定出海妖了。赵信拿红要来了，我那三角草有眼儿，没事。嗯，你信哥行啊，敢在这打峡谷先锋，也是没想到的。升了，升六了，我快八了，兄弟，来让他打我们啊，打了他都打不过，扣过来点。点点插眼，点点出点，开大招，点扣过来，点点点，抢我人头了，这属于啊，他没有闪现，这铁男，哎呀，真会补这小兵。放快了，放慢一点，点Q点 E 点点点点Q点点，左走右走，点点可以，大我，你大为恩兄弟，可是不行，你可打不过。等螳螂走了啊，这塔我们吃了，可以。
我已经有了海妖杀手，我也不出盾弓，我就打着铁男疼就行了。应该中上换一下，我就上路担待吧，我们也不去下路了，对吧？这把下路交给这螳螂了，不用我们去，我们就得上路带，就跟这铁男玩。开大招，点点开盾，闪现点一点 Q，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谁给我的勇气让我越塔，你知道吧？多呢，你给我上墙点，让他值钱。换个远见改造，呀，他也丢车了，让我看见了啊！车不止我们会丢，别人也会丢，知道吧？扣过来点，开大招两下，闪一下 ，A E， 点。点点出走，点走位，点点，哎呦，最后一个挑飞给我大起来了，真恶心。哎，他为什么会有个红 buff 啊？普通攻就好了，我不，我就抓腰，我不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鳄鱼打不过铁男正常，他有个红，然后那玩意儿出一身护甲装，你上哪打去？鳄鱼本来也打不动人。我们继续带啊，看着点的亚索别来就行，这里给他放个眼，一会儿亚索来了我们就撤。这么两个半玩能打不过我们，一个小破赵信加一个小破铁男，随便来啊。
直接开大锅干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滚过来三下。上高地，哎，车补不补无所谓了，一家，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大点事儿。我多那一个车跟少那一个车都无所谓。点，他把 E 用了。巨型九头蛇，血挺多呀。我得先来破败，要不然没有吸血。算了 ，E 一下，两下，一下。开盾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闪现滚，点，我操！可恶，可恶的风墙！先来个破败，把我双招给我打了。哎呀，我不闪现好了，但我不闪现容易死，我怕那亚索过来了。哎，好坑！这边帮一下，这边帮一下。哎，我人呢？我们赶紧过来啊！这边上路给赵信拆了。到位了，打龙！我这一来，他们都不打了。咱把这红拿了。这海妖跟那个盾弓确实不太好比，加的这个虚区吧，其实我觉得没啥用。我这波真是个傻子，我滚上来干嘛？哎呀，我是不是有病？单带去打团打不过，不可能，打团也能打过。这怎么还点投降呢？赶紧点否啊，要不然19-20分钟我要再点的话就不来不及了。我听见了，对面高地掉了，然后俺们家两条小龙跟我说要投降，我都不应该惯着他们。我要不是说有着预言，我跟你们说我指定就投了啊。为了你们我没投，记住了兄弟们，惯着你毛病，真是
小心点。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点不到人啊？哎呀，真菜呀！这是，别送了，兄弟，我也别送了，你也别送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点不到人啊？右键点人是没点着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不 A 了呢？真是白送啊，正常我能打死他，我六下就把他打死。这都根本不应该。等我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。来来来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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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点点点，可以，我们可以打大龙，可以打大龙啊！可能是确实是这个手指啊，耽误到我的操作了，兄弟，真的，我把这手指拿走。玩点那种不用特别操作、特别平 A 的英雄才行，一玩这种英雄就不行了。算了，不去了。这小龙可以要，但是我差点钱，羊刀啊。我从上路走到下路大概需要20多秒左右，我收个10秒的兵应该差不多。黑夜也都怕。来。别打，你这不送死呢吗，兄弟？啊，你往哪跑？你就这么大点地方，你往哪跑？嗯、啊，你能跑到哪里去？这赵信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这赵信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走得掉吧？这赵信啊，信哥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走得掉吧？好吧，你走掉了。这个铁男就应该出个金身在那里边拖着我，你知道吗？给我关起来，然后拖着我出个蓝盾没有用。我先来个羊刀，然后我们也整点生存，比如说反甲，我觉得我可以出个反甲。我可以再出个蓝盾。
我有闪现这一会儿，没关系，可以狼一下啊，可以小狼一下。那没有队友啊，队友的人都哪去了？来呀！稍微往后站点啊！这怎么拍着我的？这是吸点血，点滚点，这也不好拆呀。要我说，俺们不行，去拆上路也行。这哪来的儿子？下路也能拆呀，是不是？在中路这对峙也没啥意义。对，鳄鱼去带个线，我们拆上路，转战上路走。这什么意思？哎呦我！来，哎，又找我单挑，来，点点滚，点一点点滚，点点点，哎呦我，这亚索这打这么远，螳螂还行，把他们都杀了，能打死，费点劲，没打过呀。再出个蓝盾吧，还是不够肉啊，还是有点脆。我发现，或者我们来个金身，不对，嗯，在我杀铁男的瞬间，我们家人死了，不是铁男，猴早没了，也不一定。我有闪现，我刚才就是在勾引，你知道吧？也不一定。那蟹手，那蟹手有什么用啊？那蟹手饮血剑呢也行，饮血剑啊，饮血剑也行。来小龙，我们龙魂了。我们的聚居环境其实不好，他们家吧有前排，我们家这都没前排。哎，找一下，别着急上啊，来点点滚，点点一点点滚，点点点点滚，点点点点滚，点点。又没打过，不能，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我这一打二杀俩都没打过，我操！看来我得突到对面后排把这赏金给杀了。我们家龙魂啊都没打过呀，先打亚索就打过了。这个问题我跟你说是无法解决的。因为我们的操作呀很菜，我只能点最近的目标。看我玩过 ADC 的人应该明白，应该明白。小心点，红爸爸他们没打，我把红拿了。在黑暗，
大龙可以要啊，打来，来先发甲斧，打大龙吗？来，对，我把女先生先杀了啊。拿下，去把对面上路推了。我们刚才这波立功啊，也立功。我往出追他，那赵信上哪去了？怎么还能杀一个呢？算了，回家吧。你这个赵信可挺猖狂啊！嗯，都狂成这个样子了吗？还杀我们家两个人还？他一个四八十一的小破赵信，他能杀那么多人？我没想到啊！钱不够，先买这个吧。趁黑出动。关键他杀人之前他是二八十一呀。来。可以团了，可以打得过，应该现在应该能打得过了。我们家龙魂大龙 buff 加我神装，这不随便打吗？这真的是随便打，我还有双招，我杀那铁男就三秒，三秒都多可能。他敢诓我三秒，我就把他解决。远古龙，拖一下，小拖一下。好铁男，我说了三秒，我都不带多的，这铁男啊是真能框，他敢框我，我没想到。我们先杀女枪啊，本来吧大树先手我挺好的，他非得给我框里头。铁男说这是我最后的大招了，没音，他像个卧底，他。